跟台大那边就太乱了，真的。一定要那个男生宿舍、女生宿舍，然后男生一定要带女孩子回去睡觉，一个咕咕叫放在门口，讲说我要性自由，他们就连署炒掉那个干、嗯。重点是那个室友哦，他不是台大的学生，哦，他已经毕业了，嗯、他不知道他透过什么关系下面睡一个月，我都不知道这个学校是怎样来的。上班族去里面住宿舍，然后带女孩子回去这样。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，你记得你第一张专辑吗 ？EP， 就第一张专辑，就叫黄明志啊，明志。那 EP 里面有盗版之王这首歌哦，他名字就叫名字。对，我之前做过盗版，可是我现在也变成盗版。我做过盗版，我也变成盗版，走进巴沙马拉，快叫我盗版之王。2007年推出的，对，这个是 CD 来的。CD 那时候本来这张专辑要发的时候，后来发过第一批之后，然后来政府 block 掉。那巴沙马拉就靠这个为生。我知道巴沙马拉在卖，然后那个警察去抓。贸工部去抓，结果他们没有抓到板子，抓这张。嗯，他那时候后来是，我觉得我们两个这样很正式的，很不习惯呢。跟你讲人家话，讲啊，来讲人家话，那、就不要讲啊。你第一次去丹诺是什么时候？我第一次去丹诺啊。达诺本来就是他本来没有东西的，他就是一个车站，然后给你坐车去哈加的一个地方。大家懒惰去哈加一个小时，要快快，要快快哦，快快这么，去达诺就可以快快回。去达诺快快这么，快快回啊，快快这么，快快去快快，然后就快快回啊。这样快去那边快快什么？这东西你们自己去 check 啊。check 什么？你好好，我的歌里面有写得很清楚，你们去读歌词，你们明白。不需要到 Bangkok， 这里该有的都有，只要你太把头连把头都是好朋友。黄明志跳拉队啊，他以前在学拉队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讲说，他们教练教他讲顶那个女生起来，顶哪里？哦，我们有几个就是那种要把女孩子丢高高，然后不然就把她撑起来的一些动作啦，所以我就学了。那顶哪里？顶那个教练讲啦、啊，教练叫我啊，就是顶那个裤子中间那条线。那条线就是正中点，然后你的中指要对准那条线，然后这样顶上去，然后这样，然后这个抓住他的脚，这个抓顶住他屁股，这样拉起来 ，one two down up， 这样抓起来，然后就可以这样。那我在下面咯，我们也是很辛苦的，我们把中指顶住中间那条线，有几累嘛？啊，既然讲到你台湾的生活，我们来讲其他东西。你在台大做过工啊？有吗？语言中心，教英文。哦，是教英文啊？相关。不是教英文，那时候我打很多份工，然后那时候我就找，然后一个老板就讲说，哎，你要不要帮我卖一下课程？嗯，然后就卖英文课程，然后那时候是线上教学，刚开始才有这个东西，线上教英文，然后结果这个美国连线，美国就一个，就很多英文老师啦，然后我就是去台大，我是负责台大的嘛，嗯。然后在那边分传单，问要不要学呢？我就开住那个 laptop， 然后在那个美国人就在那边连线，他是半夜吗？我们是白天吗？他在那边一直讲英文，然后叫大家来听。Hello everybody, you want to speak to me？ 我每天早上就去装 speaker， 插电脑，然后放在台大的食堂门口，嗯、然后就在那边呢。Hello, hey, come on, want to learn English？ 他们在那边讲这样，我就在那边，然后我就去看他。我在那边分传单喽，然后分。然后有时候累了就回家睡觉了。没有，你每天都很累。他就电脑开了就回去睡觉，然后再回来收电脑。你看我们台大的治安多好。那电脑没有被偷。没有锁电脑，没有锁，就放住那边了。而且连续一个月，然后到最后老板就拿一封信给我，叫我可以走了。不是因为我做不好，所以他没有生意，他倒了。他还有一个故事是他在台大住了一个月，因为你们台大那边就太乱了，真的。我们台大那里乱？你们一定要那个男生宿舍、女生宿舍，然后男生一定要带女孩子回去睡觉。没有一定。然后 God 阻止你们，然后你们做一个咕咕叫放在门口，讲说我要性自由。不是那个什么学校，这个是什么学校？我真的不明白这个学校。那个是我们那一届的毕业典礼。哎，因为我们那一届还是上一届，我们放在新跟大楼放一个咕咕叫抗议。然后那个 God 阻止他们进，他们就连署炒掉那个 God。那 God 都不知道换了多少个了。那 God 好像不是台湾人是吗？我不懂，总是换了很多个 God。那 God 哦，去规定学生什么，是反正是被举报的，没有人可以管到这些人的啦。我跟你讲，不是，我们那个男生宿舍有一个特点，就是男生第一宿舍现在好像不是这样子了。你早上上厕所的时候啊，四脚兽，你会发现有女生跟你一起刷牙。然后有一次我去刷牙的时候，就看到。
对啊，那时候是我就是包一个毛巾去冲凉嘛，很自然嘛。很自然嘛。包一个毛巾，我会直这样，我 fuck， 这样，然后就这样。然后你，然后我有看到四脚兽，我就这样看一下，这样。他们不是四脚兽，是一起洗澡，深水啦，深水深水，很好。你懂台湾最近不是缺水咯，就是因为没有四脚兽。老师，嗯，现在不可以了。现在抓很严了咯。我现在刚没有被炒了。我很久没有去了，下次去看一下。有没有台大学生？最莫名其妙就是我在宿舍睡了一个月，然后他不在吗？因为他寒假回马来西亚。啊，对。然后我就睡了一个月，然后有一个室友在那边睡，他的室友。哦、然后我们是几乎是没有讲话的、嗯。重点是那个室友哦，他不是台大学生。哦。他已经毕业了。买床位。嗯、他不知道他通过什么关系在那边睡一个月，我都不知道这个学校是怎样来的，真的，我都不懂你们在做什么。上班族群里面住宿舍，然后带你子回去这样。我们那时候你懂宿舍，害我极不方便，你懂吗？他读台大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他要拿住那个学生证去考女孩子啊。是，我跟你讲，很好考。他考女孩子，你看台大就考到了。哪里有讲他的？他去剪头发拿那个他 free， 没有 free， 很便宜。然后做 taxi free 不是、啊？是呗？你给我讲啊，不是？哦哟。应该有懂吗？因为你台大是台湾的未来的希望、嗯、所以你要做什么鬼都可以。以前二十几年前，如果是南部的学生呢，考到台大方便跑，买一间屋子在台北给他住。人家填志愿表有五十个嘛，你填志愿表对不对？填志愿表五十个、啊、通常呢我们是针对自己要的科系来填嘛，对不对？嗯，所以我通常我们会填，比如说举例啦， OK、比如说政大大众传播系，因为我想读大众传播。嗯，然后第二就是四星大众传播系，名传大众传播系，叭叭叭，大众传播系，等大众传播系选到完了，然后有五十个栏位嘛。如果你真的选完，你要大众传播系，然后你就选你第二想读的，比如说想问想读英文系，好不好？然后我就、我底下到第二十个选择，因为我已经填完大众传播系我最想读的了，而且英文系咯，某个出名的大学的英文系，然后某个英文系这样。通常是以系选系不选校的嘛？我不是选校不选系，他是选校不选系。为什么？他就是为了要拿那个学生证去骗女孩子，就这样爆料了。不要讲话了啊！我问你才可以讲啊。OK， 怕我爆料了、欸。你的料肯定比我多，我跟你讲。你确定？肯定。你要互相伤害是吧？现在互相伤害啊！来了。啊。我们先讲回达诺可以吗？好，来。我们这个 video 是好好先讲达诺。讲达诺。你就拿达诺呢，下面旁边呢有七八间叫波波街的地方，没有，那个是按摩店，按摩洗头店跟按摩店 ，OK， 不要讲这种东西，我们有这样的，我们就是洗头按摩，还有卡拉 OK， 卡拉 OK 去唱歌，展现歌艺的一个地方。那对面那个摇头厂呢？摇头厂就展现武艺哦。这样按摩可以带回家按摩的吗？按摩可以带，这样带都可以啊，就是舒缓身心。来啊、可是四八九里面真的有一个按摩不错哦，你要哦、啊、那个谁的？那个是真的按摩的。对，我们四八九号店里面最近是增加了按摩这个项目了。嗯，你们可以去找一下，那个很厉害，那个安迪。是，你们可以看上一个影片啊，上一个影片我去那边按摩还 OK， 而且便宜。我们按多少钱呢、啊？500两个小时。500两个小时，我 KO 会一到两倍啊。嗯，60块马币。太便宜了，太便宜了，两个小时。一定要去，坐个车过去很近。你第一首红到海外的歌是什么歌？海外？嗯，就离开马来西亚。那也不可以这样讲的，我每一首歌都红到海外，因为我用的是 YouTube， 全世界都可以看。哦，第一首在台湾爆红的歌呢？台湾、啊？嗯，我怀疑是泰国情歌了。我觉得是飙高音，因为泰国情歌那时候很多有节目请我上嘛。嗯，可是那时候他们对我来讲，我对他们来讲不是歌手，是什么？网络歌手。哦，是开始的时候都是，嗯，我觉得是飙高音啊，然后飙高音呢也是在达诺拍的，对，太伤情歌也是，太伤情歌也是，泰国情歌在那里拍的，在曼谷，你是不是看了很多 YouTube 的 video？ 嗯，印象最深是什么？就抓龙筋啊，啊不是日本啊，而且是别人叫我看的，你看一看你朋友叫到这样，我就看喽，你不是看日本那个吗？日本泡泡浴你没有看过、啊？还没有看，还没有看。这样日本，你现在是全部都中黄标，一定中啊，中一定中的、啊。所以你看到吗？我们就是不为钱做东西，敢敢黄标的人啊！不要随便那点什么蝇头小利，你去做这些违背自己良心的东西。讲真的，就是 YouTube 现在真的很够流，以前都没有，不要讲不久而已，四年前都没有这样子，现在真的很严了，很讨厌了。你觉得你喜欢日本女生在床上还是
台湾女生。其实是一样的，对，因为他们叫法有学过，马来西亚很不一样。马来西亚是怎样？马来西亚比较真诚。真诚啊？对，他爽跟你讲爽，叫你换一个白灯就叫你换。哦，是这样的、啊。对。哦，我当然是不管怎样都要哭要哭这样，跟日本一样啊，一直要哭要哭这样，我不知道做什么。像日本呢？就要哭要哭、啊。他是一代一代，是一股一股。还要哭。